现在是早晨8:06，起床，今天起得早，我姥爷来，又困又饿这个点儿，来到我们村里的包子铺了，买点包子，包子买好了，巧了，今天是我们村里的集，哎呀，你看人挤人，还挺热闹的，吃个包子，吃现成，到现成了，必须得吃一份臭豆腐。水哥，我俩办了2份健身卡，到超市了，买点猪蹄儿，买了点肉丝，胡萝卜，再来点黄瓜，再来个彩椒，最后来个姜，今天做炸酱面。水哥，你是抱了个自己的肚子吗？大不大？大，比你肚子都大。买完了，一共花了199。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天天必须有点雨。又到饭点了，问奎哥吃啥？奎哥，哎，吃什么饭？炸酱面。煮饭去。OK。炸酱面的食材：葱姜蒜爆香，加入豆瓣酱，倒入肉丝，炒熟出锅，完美。放入配菜，加入热油。奎哥牌炸酱面出锅了。想念，好吃。